苹果7无服务刷机失败。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你的手机出现无服务或者是时不时的无服务，正在搜索，甚至是左上角出现感叹号无服务这样的情况，大家千万不要刷机，否则会造成无法激活或者是无法开机的现象，甚至有的时候会无限重启。这台手机开机恢复模式，而且屏幕有竖线，大家看到没？既然是主板基带的问题，咱们要先修基带，修好基带装机，刷机之后就可以了。现在咱们已经修好基带，刷机成功，手机开机，踹号有了。这是一台32G美白的小机，调制解调器也有了，说明基带已经恢复正常。修复成功，没有毛病。 Nice。